西安，中国中部的最大城市，用10万平方公里养育了800万的人口，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。以前是丝绸之路的起点，如今又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。西安独特的古今融合的完美城市，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，都在放出不一样的光彩。古老的城墙，古韵中带着喜庆，城墙下这个古老的城市为我们讲述着古老的传说。摸一摸这厚重的城墙，有多少故事在这里沉淀。也正因为它是那样的古老，而被赋予了历史的厚重感。西安的历史太浓厚，太沉重，西安的大手笔太丰富，太博大。随便举一个地方，其硕大巍峨的光辉几乎能照亮整个世界。行走在西安街道路旁，稍不小心就可能踩上一块记载着中华文明的秦砖汉瓦。西安是王权霸业之地，西安的上空更是充满了艺术的灵光。在这片西北贫瘠的土地上，出现了皇帝秦始皇、汉刘邦、李世民、武则天这样的历史人物，让西安这片天空增添了厚重的历史神韵。西安如同一杯千年的老酒，甘醇而又清香。西安是文化艺术圣地，流光溢彩的西安伫立在艺术的灵魂之上，信天游之优美，安塞腰鼓之壮美，戏剧秦腔之豪迈，演择着这个历史名城的灵魂。沉醉在这古老的神韵，西安连接着中国东南西北，汇聚着来自五湖四海的风味小吃。街，西安著名的美食文化街区，西起西大街桥心口，东至广慈街西安古城西北一隅，其浓厚的文化底蕴，街道两旁大量的美食店铺，近300多种风味小吃，是让人流连忘返、欲罢不能的魅力所在。今天，我们便跟随蔡锦阳的步伐，用一个西安人的方式去寻找这里美食的奥秘。西安回民街作为西安风情的代表之一，是回民街区多条街道的统称，由北广济街、北庭院、西洋市、大皮院、化学寨、洒金桥等多条街道组成。它以浓郁的穆斯林文化和氛围为古城
构筑了一条特色的风景线。回民街大约长500米左右，南北走向，特点是青石铺路，绿树成荫，路两旁一色仿清明清建筑，或餐饮或器物均由回民经营，具有浓郁的清真特色。历史街区内有10座年代不一、大小各异的清真寺。红柳枝烤羊肉，将肥肉烤得香酥，瘦肉筋到弹牙，肥瘦相宜，肉嫩汁多，作为南京地区的特色美食，出现在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第二季中。烤箱250度预热5分钟，将一面烤至变色，再将另一面烤熟，两面撒上孜然，少许盐，再烤3分钟，这便是美味。据说回民街过去就是商业繁茂之街，商贾云集，风光无量，街上名店此起彼临，名产驰誉全国。柿饼是中国著名的传统小吃，营养价值很高，所含的维生素和糖比一般水果高出2倍左右。在西安，黄桂柿子饼也叫水晶柿子饼，是一种用柿子和面制成的风味美食。西安的永庆园是一个专门卖手工糖的地方，每天都有两个壮汉拿着锤子在不停打糖，能在西域找到的所有果实，你便可在永庆堂找到其对应的糖果。陕西八怪，辣子一道菜，油泼辣子也是陕西著名的特色美食之一，也叫油辣子。对于陕西人来说，也许只有辣椒和面不能辜负吧。羊肉泡馍，简称羊肉泡，泡馍，古称羊羹，西北美羹，尤为陕西西安最享羊肉泡馍盛名。北宋著名诗人苏轼便也在他的诗词中提到一次，其炖制精细，料重味醇，肉烂汤浓，肥而不腻，营养丰富，香气四溢，引人食欲，食后回味无穷，因它暖胃耐饥，素为西安和西北地区各族人民所喜爱，外宾来陕西时也先会品尝，以饱口福。牛羊肉泡馍已成为陕西美食的总代表。首先将烙饼掰成碎块，再将黄花木耳洗净剁碎，粉丝发泡，青椒洗净，然后将已经卤好的羊肉切片备用。将已变成黄豆大小的烙饼放进锅里，加入羊肉汤、黄花、木耳、粉丝、青椒煮熟，调入各种的香料，最后再放上切片的卤羊肉。这时候的一半糖蒜便是羊肉泡美食的又一秘诀。一口口径为1米的大锅，下调料用50斤的米袋，满满一袋投入锅中。讲究的买家总是把第一锅汤卖光就关门，所以味道好的泡馍店都是早上7点开门，下午1点就关门了。肉夹馍，这一个病句式的表达，却在陕西放出了不一样的光彩。陕西地区有使用白吉镇的腊汁肉夹馍、宝鸡西府的肉臊子夹馍、潼关的潼关肉夹馍。无论怎么说，陕西这个地方是离不开肉夹馍了。腊汁肉夹馍是西安驰名的风味美食。腊汁肉以猪肉为原料，其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代，那时称之为寒肉，唐代又称之为腊肉，世代流传，历经演变。腊汁肉夹馍的特点是色亮红润，软烂香醇，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入口即化，久处不变。与腊汁豆拌干，豆腐细切拼盘，为佐酒的好菜。腊肉则是这个小吃的重点。腊汁肉是名优传统小吃，相传战国时已有制作，延续至今。其做法就是把精选的猪肉放入丁香、扣仁、良姜、
花椒、大料、冰糖、桂皮、烧酒等20多种煮制杂料，放入盛汤中小火炖烂。